我是一直在想你吗？你是帝国集团的二少爷。我也不过就这么两个儿子，怎么都这副德行？我要转学了，还转进帝国高中。是会长特别眷顾我们，这可是一生难求的机会。金檀回韩国了，应该是来上学的，欢迎回来。灿荣，我现在在学校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永德软骨素胶原定，继承者们。